佢前后脚只会踢到啊。系，你佢提冠位咧都系保护得住嗰个位。二三四七啊，主持间。就话只股票传奇都有两倍几，都几好啊！同只宜春辉煌都好易买。好啦，呢场都好难噶，十二只马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只马赢过嘅，有两只马系初跑，谷草初跑此情咁样啊。赢过的马咧有金鹰翱翔、田泰安、一号仔、一 win 三披三落地，都几好成绩噶吓。四次上名，三次落地，上仗周俊六跑第四，即系近绩又唔错咁啦吓。第二二号仔劲进天骄，而家几多倍啊？哇，大热门啊，咁鬼劲嘅潘顿劲进天骄呢只，我就真系麻麻地。麻麻地信啫喎，呢只馬上次又係二倍巴道跑十一，即係差唔多包尾翻嚟咁樣。一個 win 啫，冇 pay 冇 Q， 即係冇第二冇第三咁樣，有四次落地咁樣啊，普普通通啊，即係佢係唔夠一號咁嘅成績啊，亦都唔夠三號咁嘅成績嘅喎。三號咧就近績好啦，上仗馬雅九點二倍跑到第二，永同歡欣三號仔好多人 tips 喎呢頭馬，而家變咗五倍。咁佢呢只馬點咧？兩 win 兩 Q 兩 pay 兩個第四，六次落地，咁即係六次上名六次落地咁啊，又係50% 咁啊，即係都好嘅。排個檔又好啦嚇，不過馬雅嘅短途咧就～好似唔夠人鬥咁樣啊！即係佢唔想搏命咁樣啊，唔想爭位咁樣。佢跑千六啊或以上嗰啲啊比較穩健啲。秀神鬥贏過四次啦，四 win 四 win 三 Q 三 P， 即係十次上名十次落地，上仗又好。潘明輝跑5.8，而家比何銘年都唔錯啊！嚇、啊，秀神八號仔。而家都又系八倍，咁呢只马其实抵买嗰只马，近绩又好，赛绩又好，档位又好啊。咁跟住美丽跃动上涨35倍，潘明辉跑第八，九号仔而家几多？九号而家14倍，都叫做多好多飞噶咯。美丽跃动黄俊就一 win 两 Q 五 P 七落地咁啊。都几好啊！即系八次上名，七次落地，只只都唔错噶吓。最终我谂要拣啲你中意边个啊咁样嘅就真系十号木火同名三 win 两 Q 两 P 一个第四七次落地又系咁嘅七次上名七次落地全部都50% 都上名嘅，即系嗰啲赛绩系好近噶。咁啊上仗都几好啦吓，梁家俊跑翻。第五名即木火同名都唔错嘅，系日日靓就好特别啦，日日靓啊上涨3.4倍系大热门嚟嘅话，跑第九一毫子位置都冇，但系佢咧就好坎坷啊，上涨喺200米时咧，赛后报告话佢大力勒臂咁样啊，从未恢复走势咁样，佢有意外嘅上涨，咁如果有意外咁样。有意外咁又系莫雷拉跑翻咁，我估都系幕后团队都系好信任啊，互相信任啦，系咪啊？如果唔系即系换人噶咁样吓，但系莫雷拉又肯骑翻个团队又揾翻莫雷拉骑，咁可能今次虽然排过十二档，但系如果可以避得过呢啲咁嘅，可以避得过呢啲咁嘅意外咧，咁跑近啲就真系。一啲出奇都冇嘅喎，一啲意外都冇嘅喎。咁我呢只马嘅赛绩都唔错喎，两 win 两 Q 两 pay 一次个第四两次落地，即系六次上名两次落地，咁啊即系三倍嘅喎吓，系个
档位唔好啲，唔好啫。咁莫雷拉今晚都表现好啊，吓、啊。咁我真系想，而家就变咗冷门、啊，真系冇乜理由噶、啊。日日日靓十一，咁好赛绩都13倍，一阵落阿飞好啲、啊，我觉得。我关注呢只啊，我想，我想拣呢只日日靓啊。我正话，正话都。股票傳奇都收咗錢啦，就買翻你呢只啦嚇，買日日靚。如果要拖就拖壽神。我嘅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佢即係上次勒鼻咁多意外係咪啊？佢係走埋個位嗰度要勒鼻嘅咁啊！即係如果幕後唔中意咁樣就換人㗎啦。咁但係又一齊騎翻喎，一齊合作喎，咁啊，所以我估佢今次會。都打醒精神嘅，雖然12檔，所以我見佢冷冷地，關注下咧11號啦，我買11號啦。而家咧就係勁進天驕係大熱門，我諗估係過關熱嘅啫，佢都唔夠3號或者1號啲賽績好。一埋後面寶山鷹日日靚木火同明。跟住就壽神5號馬，臨尾著咗6燈嘅雲利多，跟住係永同歡欣同埋4號馬嘅樂滿貫啊，入得都幾快嘅。好啦，時間又夠。啲 Q 飛咧，10號落好多，木火同明落好多嘅，6號都落好多啊，6、10、12都落好多。黃旗舉起噶啦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内栏位置劲进天骄啊，骑上去啦。咁再见到中间木火同明，出边运利多，最出仲有两只金鹰翱翔橙衫嘅宝山鹰啊。第六位内栏咧，咁啊仲有呢只粉红衫嘅寿神啊。中档位置永同欢欣啦，出边大约尾5到咧就美丽跃动啊。尾4开心威龙，尾3落满贯，尾2黑衫橙帽咧就高明进将啊。暂时殿后系嗰只日日靓嚟噶。好啦，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运利多就内栏，咁啊一路顶住金鹰翱翔喎。外边位置仲有宝山。守住内栏第4咧，就系呢只劲进天骄啊！再入边嘅第5位啊，咁啊仲有呢只粉红衫内栏位置就寿神啦，咁啊拍住佢紫色衫红帽咧，跟住个第6木火同明啊，后啲嘅马先有永同欢欣要攞出去噶啦，等入边开心威龙啊，掟出去嘅马有美丽跃动啊，同埋高明进将啊，内栏尾以落满贯包尾嗰只日日靓啊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运利多抛离咗，大概个零身位，劲进天骄啊逐步追紧上嚟，金鹰翱翔亦都上紧，再喺外边位置仲有木火同明啊，马林中间开心威。最后100米，云利多仲系占先，劲进天骄逐步咬上嚟，外边位置仲有木火同明，中间金鹰翱翔同埋开心威龙，终点嗰步劲进天骄过到只云利多，第3名嘅马咧，冇啊，出闸失机啊，莫雷拉，咁啊冇咗啦，咁啊果然只潘顿又正话跑第2，而家就赢翻出嚟啦，劲进天骄。木火同明几好啊！只莫雷拉而家仲喺外档嗰度咧，个出闸呢只马点解咁咧？上次就勒鼻，今次又出闸大漏。潘顿呢场都跑得好有心机啊！劲进天骄最后阶段5.3倍赢马啊！跑第二只运利多啊，街都包得翻啊！做埋啡格啊！呢条桥，嗰只运利多都未见过佢出嚟跑好多次嘅，咁就有飞落嘅话，系俾阿潘顿擒咗去啫。举起噶啦，睇睇，哦，佢冇办法啦，12號档。都出到闸，不过佢又想拉翻后走埋去里边，但系嗰啲步速都唔就，太厚啦，所以都冇乜机会啊！真系咁啊，睇翻前面啲马啦，即系带头啊有着数嘅。咁啊，一路顶住金鹰翱翔喎，
外边位置仲有宝山鹰啊，守住内栏第四咧，就系呢只劲进天骄啊，再入边嘅第五位啊，咁啊仲有呢只粉红衫内栏位置就寿神啦，咁啊拍住佢紫色衫红帽咧，跟住个第六木火同明啊，后啲嘅马先有永同欢欣要攞出去噶啦，等入边开心威龙啊，掟出去嘅马有美丽。咁而家呢个转弯，阿莫雷拉都搏一搏啦，跑到最外档咁样走上嚟冲，但系都太远啦，真系唔得啦。咁咧，而家只落咗飞嘅五号仔就喺前边 head 住半个马位，咁啊潘顿就打几边上嚟，又赢佢一条颈，五倍喎，都几好嘢喎。天骄独赢派$53，位置派$20嘅。跑第二名系五号运利多，位置派$39.5。跑第三名系10号嘅木火同明，位置派$27.5。跑第四名就系6号嘅开心威能。连赢二搭五派$468，二重彩二号五号顺序派$731。当天